河尾孝文公园是当地居民重要的休闲空间，不过公园内底原本只有体健设施，提供予民众运动使用，不过煞无小朋友会当耍的游乐设施。因此，河尾地面代表蔡家军就积极向公所争取增设游乐设备，予爸爸妈妈买当带囡仔来遮佚佗运动。河尾孝文公园是当地居民重要的休闲公园，原本公园内底只有几座体健设施，予民众会当运动使用，煞无有。动会当耍的游乐设施，因此地面代表蔡家军积极向公所争取增设溜滑梯等设施，让囡仔会当在家佚佗。那因为之前民众反映说，我们这边呢、都有那个运动设施啊，没有小孩子的游戏空间。那希望就是跟里长陈请之后，希望我代表这边可以争取了一座溜滑梯这样子。那家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就立马向我们和美镇公所争取。那也感谢和美镇公所的高效率，让我们这边有一个完善的游戏空间。现在使用这公园哈，早起差不多四五点就真侪人来这，剩啊差不多六点吧就无人啊。啊，暗时啊才四五点，剩啊才七八点，拢来这运动啦，这附近的居民呐、孝文公园附近的居民。正式游乐设施了后，孝文公园成了爸爸妈妈带囡仔来耍的上好的所在。但是却发现公园并无设置无障碍的优先步道，所以轮椅、儿童推车等有囡仔的辅具，拢无都进入到公园内底。我们推车要走进去有点困难，那必须把推车放在外面，小朋友抱进去。可是有时候小朋友他比较年纪比较小，我们还有小朋友年纪比较小，他必须要躺在婴儿推车上面，我们就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蔡家军代表指出，民众反映的问题已经马上请公所赶紧协助改善，来提升孝文公园的使用品质。大专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。